好，比较的第二个单元啊，比较第二个，好来。那我们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，这个字要怎么去比较哈？来，一个是原型，一个是比较级。啊，原型是他自己一个而已，这是两个以上，有没有？两个以上要比较。那他比较呢？啊，这是比较级，这个是最高级。这个最高级一定要三个以上才有最高级，这是两个以上，这一个就可以，一个就好了。有高嘛？我很高，我高高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很高。那还有人比我更高啊？他比我更高。可是第三个人呢？我们如果三个人的话，有三个人，怎么样？有三个人，对不对？如果只有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：“哦，我很高，对不对？”两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我比较高。第三个的时候呢，他说我最高，所以叫最高级，知道吗？这两个在一起呢是比较级，啊，这三个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最高级的比赛，所以他是三个人以上，这是两个，请你一定要记清楚啊。好，那我们中国话说，中国话说，有没有？我们写在这里啊。这个是高嘛，对不对？中国话说高，我高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自己讲说，我比较高，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最高，有没有？我们中国话说就是加上这个字，加上这个字，有没有？这边是小，比较小，最小。就是短，比较短，最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英文怎么来表示呢？啊，英文怎么来表示？英文的 tall 就是要加上 er， taller。啊，这个最高级呢是 tallest， 就是加上，这边是加 er， 这边是加 est， 知道吗？但是我们现在的课文里面没教到最高级，或者教到比较级，我就顺便提出来。好，好来 ，smaller 变成 smaller， 要加什么 ？er， 看到没？加 er。哦，这边呢 ，smallest 加 est。哦，这边呢 ，short， 对不对？变成 shorter 加 er。这边呢 ，shortest， 啊，也是 ，看到啊，这个呢 ，big， 这边就开始有点不一样了，哈，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们 big 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，哦 ，big 我们等一下再讲，我们再补充一个 old， 有没有 ？old 加上 er 的 old， 有没有 ？oldest。啊 ，audience， 这个是要背起来的，那当然这是最简单的，所以不太需要背，要背的是后面的，啊，要背的是后面的啊，啊，我把这边擦掉，再举几个例子，啊，这边擦掉再举几个例子，好了，像年轻 ，young， 对不对？它变成 younger， 这边是年轻，这边是更年轻，这边是什么？最年轻。最年轻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新的，更新的，对不对？比较新的或更新的，或是最新的，加 est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快 ，fast， 对不对？更快 ，faster。啊 ，faster 加 er， 加 er， 有没有？最快的。fastest，est， 有没有？哦，这是第一种形态啊，第一种形态，啊，第一种形态，啊，第一型啊，就是什么？字尾加 er， 怎么样？加上 er 变成比较级，
啊，变成比较级。啊，最高级，因为我们课本没教，我这样只是补充而已哈。然后最高级的分四维当 E S T 啊，这是第一型。那我们现在讲第二型。啊，讲第二型啊，第二型啊，第二型是什么？第二型就是，如果说它后面的字尾啊，最后一个字是 Y， 前面这个字呢是子音，有没有？前面这个字的子音，那它要变成什么？子音不变啊，子音不变，但是 Y 要去掉 ，Y 要去掉的话 ，Y 把它去掉，变成什么？加上。IER、哦、一样有 ER， 但是要把 Y 改掉变成 IER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举例子，看这个 dirty 原型脏的，脏的，哎，比较脏的呢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子音，这个是子音哦，好、哦，加 Y， 有没有？子音加 Y， 这个 Y 要去掉，变成什么？D I R T Y 要变成什么？这个 Y 要变成 I E R， 看到没 ？Y 要变成 I E R。好，再来呢，比较重的 ，heavy 比较重，啊、它变成比较级呢，变成什么 ？H E A V， 这个是子音，子音加 Y 有没有？所以 Y 呢要变成 I E。看到没？这个 Y 变成 I 一样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同样情形变成最高级呢，也是要挡掉啊，变成 dirty， 有没有 ？I E S T， 它、啊、就这边，有没有？变成它 Y 一样要改掉，好、啊、，Y 要改掉，这边呢 heavy 啊，好，一样是这边，好、啊。把这边 Y 拿掉，前提就是啊、哦，这个音是子音，啊、哦，这个音是子音，就 Y 的前面那个字要是子音才可以。最后呢，第三型，第三型叫做什么？不规则，这不规则哈就没辙了，就一定要背起来了，啊、哦。不规则，它没有规则可循，好，没有规则可循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个 good 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比较好的呢？好的，比较好的呢，变成什么 ？better， 知道吗 ？better 就是比较好的。啊，最好的呢 ？best， 你看，它三个时态都不一样哦。good 好的。Better 比较好的 ，Best 是最好的，有没有？好来，那 Bad 是不好的、坏的，比较不好的呢？比较不好的 Worse， 是比较不好的，最不好的呢 ？Worst， 有没有？它三个形态完全不一样。哦，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是要背起来的。